个宝宝都好可爱啊，居然选到了贫穷出生。好好干活，不然有你受的。这个嬷嬷也太凶了。哼，累就对了，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。我要逆袭，先换一套美美的衣服，然后找个机会。好痛，嘤嘤嘤嘤，这就轻松了。不过如此，不就是一个嬷嬷吗？凭什么这么嚣张？